喂，领三样了吧？当然啦、啊，银票庙在天文山挑战天剑面舞，天下第一剑呢。卖废话了啦，行了行了，来去看老李了。人我是伊，下面不必要去吗？出来吧，你对秦故了。我拢听到了，你要去赴秦？与你无关。我对你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传闻中的烟雾剑客，不就是你看到这样？去送人药单，帮忙修理破旧屋檐，甚至要为人整修。现在又来交警输了200两银，大劫拢做这种事情吗？管你屁事！你不是要我想清问题，然后找你吗？那你有答案了吗？你爱我学你的本事？我无这样说。再讲，你会去吗？我学你的本事，下回有人再来欺负莫说村，我便能应付，免依靠任何人。对方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怎样应付？男人做会到的，女人也会使。男人能做到的，女人也可以。你最别高。你怎样知影我最别高？学本事而已，无女杰不也一身本领？你不是？你怀疑我？当然怀疑。小女娃。我本事不是用水公公的字，你是受教育，头上也写得像你漂亮。我要有你的本事，这就是我的决心。人会眼神，我请问气概，那你肯教我吗？在此地等我。你也会回来吗？